是纽西兰分享到了中国优化营商环境、贸易便利化的红利。我们的鲜牛奶从新西兰的牧场到中国消费的餐桌只要72小时，在原来是不可想象的。我们这次除了自有商品之外，而且让更多的中国消费者能够不出国门买遍全球，专门为所有的采购商 C2M 的柔性定制新的模式，让他们相当于我们的奶源像芯片一样插在所有的采购商的需求当中，为他们做各平台需求商品的度身定制。